你用到怎樣樣啊？好啊，發財咯，行運咯。你朋友點解咁中意用啊？唉，成日發多少橫財咯。我們呢要進一步的分享，哇，這個呢是哈。内容成分特别丰富，因为呢它存在了十种以上的花香精油跟萃取物的这一个魅力花香的结晶露了。所以呢喜欢各种精油的朋友看过来，我们的这一款呢它的包装颜色呢是以粉色系的魅力花香，好，能够增强我们的人气人员跟魅力的这一款的花香味的这个 shower gel， 所以它非常适合喜欢比较重的浓郁的这个粉香香气的朋友，还有特别希望能够增强桃花，然后增强自己的感情人缘啊，或者是伴侣之间的关系的朋友，尤其要注意我们这一款的魅力花香的这个开运结晶露了哈。好，所以呢里面呢我们运用了其实啊是超过了下足了本了哈，超过了十种以上的这个花香的这个萃取物和精油来配置的这一款的魅力花香。这里呢我们开放了部分的成分让大家可以参考，里面包括了小苍兰、葵花、一浪常常听到的哈，紫罗兰、 violet， OK， 这个呢叫做卡萨布兰卡， OK， 英文名词，好，翻译过来的。好，还有我们的精油之王跟精油之后都在里面了，就是我们的茉莉花和玫瑰都有在里面。好，一个王一个后，王后都在了哈，所以增强了我们的人气，我们的人缘，然后增强了我们的魅力啊，都在这里都有了。木兰花、水仙花、紫丁香、檀香啊，最后这个我一时忘了查它的正式读音，所以不敢说，大家呢可以去参考认识一下哈。其实除了这边所提到的这些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的配方了哈。那在这样综合下来的情况下呢，你运用我们的这个魅力花香的洁净露来冲凉洗澡了过后，你会感觉整个人都香喷喷的，充满了香气哦，增加了我们的甜美温柔的这个感受，创造了这样子的一个气氛，更好的促进伴侣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了这么多的花香后，那特别挑选出呢最主要呢能够有代表性的，除了精油之王跟精油之后哈，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些产品呢哈，这边重点的给大家认识跟知道最主要的这个魅力花香设计出来的功效。所以呢我们说它的特点呢跟功效呢就是要提升你的个人的魅力，让你人气四射， OK，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感情上都能够有很好的桃花、贵人、人缘的一个气场，那增强我们的这个人缘，广纳我们贵人，帮助得到我们的人，还有增强我们的福气的。同一时间呢各种精油呢其实都对皮肤有很好的帮助，能够去除暗沉，舒缓肌肤的疲劳跟压力，同时也有保湿跟排毒等等的功效的。所以其实呢我们的魅力花香让你不只是气场有魅力，让你在身体上皮肤都有更好的保护跟保养，摸出来摸上去呢都是滑润润水滴滴的啊。OK， 好，那我们这里呢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精油之后玫瑰花玫瑰的这个功效跟效用。那玫瑰呢我们知道它是象征着爱情的象征和代表嘛哈，所以我们的情人节或情人之间总希望能够收到美丽的玫瑰花。好，所以呢它其实呢除了能够平复我们的情绪啦，能够提振我们的精神，还有舒缓我们的紧张压力的情绪之外呢，它也能够对皮肤尤其是老化的皮肤有回春啊，回复 OK， 回复青春美丽的这个效用。而且其实它有抗菌，有镇定，有净化，还有催情的效果，产生更好的吸引力，让你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感情关系，还有吸引合适的对象跟人来到你的身边。那再来里面呢我们选用的其中一款一郎一郎呢，
它其实也是产生吸引力、增进伴侣之间的感情的一个关系的这个功效也是有在的，而且同时呢，也舒缓了我们的紧张精神的情绪压力。当你人其实整个是比较舒适的、比较平和的时候，其实你跟人别的人之间，无论是家人还是伴侣还是同事之间，都能够更好的创造平和和谐的氛围，那就进一步的提高提升了我们的人际关系了。还有一款的精油叫小苍兰，它除了会常常被运用在我们的沐浴露啊、润肤露之外呢，它有护肤，因为它有很好的护肤的效果嘛，同时呢，它其实也有镇定我们的精神情绪、消除疲劳、帮助我们的睡眠的效果。好，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呢所选用的，大家都可以很综合的看到，能够对皮肤有效，对我们的心灵情绪调节情绪有效，包括了这个水仙花，那对我们的皮肤的保养、美白、减少黑色素、滋润都有这一些效果的。所以呢，我们的魅力花香呢是非常适合要增强我们的人格魅力，然后呢让我们魅力更快的提升，然后增强我们的人际关系、人缘、贵人的吸引力的朋友呢，尤其可以选择我们这一款花香味很浓郁的花香味的这个魅力花香。但是当然它浓郁起来，因为是天然的精油的综合的成分，所以这个香气呢虽然该刚刚冲洗的时候是非常的非常的享受的，非常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浓郁的花香，但是它香气也是自然的一两个小时过后会 淡上去。可是放心，你的磁场就在你冲凉的这个过程达到了一个修复，达到了一个平衡，然后呢你就带着这样的磁场呢去接触身边的人事物，去能够更好的创造你好的感情关系跟人缘的。